为天地之灵气，三生石上有姻缘。二拜日月之精华，万物生长全靠它。二鞠躬。疫情问题吗？衣服是外地的，无能咋办？我们只有简办，为了儿子儿媳不留遗憾，仪式感必须满满的。我就那简单的给他主持了一下，都非常赞同。朋友一个为带，我老公、我婆婆、我女儿，然后他们二位新人，就我们六个人。定在那一天了，那么再简单咱也得办。这个流程不完美，但是也算干这个好的日子。我们亲家也非常宽容大度，他说为了孩子的幸福也行，就这样先办了。我也是经过给他商议的，我自己不肯定不会自作主张的。像儿子媳妇需要举办，我该咋弄还给他弄。